OK， 我们把下 OK， 那我们的 Yeah， 我们把我们的柜子 OK， 那我们把我们的柜子下面不该有的东西，那是 OK， 那我们把 OK， 那我们把我们 OK， 那我们把我们柜子，就是现在 Dyson 放的那个地方的电池，全部都搬到外面来。然后我们柜子里面原本有很多的很多的盒子。OK， 完成。OK， 那我们 OK， 那我们的 OK， 那我们现在原 OK， 那我们现在 Dyson 的那个位置原本有很多很多的电池，我们把全部的电池跟很多很多的充电器全部都搬走，然后就把它彻底清干净。那我们待会就要来清点一下有什么器材。那柜子里面呢，就有很多很多的收纳盒，就放各种不同的东西在里面。那我待会想说，哎，我们来稍微整理一下，让他看要怎么摆会最符合我目前的需要。因为有一些像是什么工具之类的，可能一个月才用一次，那我就不需要把它放到最上面最容易拿到的地方。没关系，我们待会再来看看。我们先来列一下我们的器材单。